Thank you.
愿大家也看到这里的石头上面是喜神方向的大字，喜神方所代表的是喜神的方向，喜神所在地了。愿大家在这里关了，关了两个关，一个
制作师。小溪边洗衣服的时候，有个这个和尚走过来，那和尚的满身长满了那种很脏的啊。来，吴总，走，走。我不去了，咱不去了。心中有光，那个你明明。